华山基金会德桑爱心提示站已经成立15周年，在各界协助之下，服务200多位的弱势长辈。日前特别举办感恩餐会，并且邀请贵宾做会伫华山爱心树顶留下各种色彩的手印，也代表未来的收集众人的力量，为在地长辈来服务。大家做伙伫树下留下手印，来庆祝华山基金会第三站成立15周年。这几年来，不管是陪伴关怀，也阁是整理其他环境上不足的工课，第三站的义工拢真用心来服务在地弱势长辈。总讲咱一个主老人当时也摕物件去啦，哦，买一寡，互子老伙仔人食啦，反正咱拢来就啊就服务，我感觉袂歹，因为有滴人咧关心咱，对无？啊，人伊拢会。是就会当车会去，驶车就甲恁行行看看，身体状况安怎样啊？当作像家己的查囝共款啊，就足好个啊！今天是华山竹山站天使站15周年的纪念。那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想要举办一个感恩茶会，来感恩这几年来一直对我们默默支持的善事，还有我们的义工大哥大姐们。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们没有办法走到现在的今天。那今天也邀请很多长辈穷来参与这个盛事。今日15周年，华山基金会第三站未来会继续努力，同时嘛，呼吁社会大众会使做伙加入因的行列，将大家力量团结做伙，互到基长辈的生活更加精彩。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战战兢兢的再继续往下一个年度走，也会在希望竹山站可以再永续经营。那也希望各界对于我们服务的长辈弱势，可以提供你的爱心与关怀，来提供我们服务经费，来继续这项对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的义工招募也欢迎，非常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志工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来跟天使站洽询，来做一个义工的活动。那义工的活动有很多种，可以分为到宅义工，也可以到站上帮忙的义工。如果有兴趣，也欢迎大家来站上水洽询。华山基金会在南投县总共有13个据点，投入各项爱心公益活动，各日节马上就要到啊！华山基金会也欢迎民众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或者长辈会当感受过节气氛。记者陈长差不多。